景定四年五月初五端阳节的傍晚，长江口一小岛停泊的帆船上，粽子吧，谢谢你了。我们厂内有着你，你来一道吃吧。哦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回头叫声王三娘哎，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当，侬要互动的你是哎，夜里真的出轨了。我明明拿出三个种子，怎么就少了一个呢？这里向隆中只有三家头，还是随便去问问看。不对，不对个。方才我对客商说，客商，今天是端午节，你们来吃个粽子吧。伊讲谢谢你啦，我们厂内有着你，你来一道吃吧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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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夜里真的出轨了。
听人家说这里经常出水鬼，难道今朝我真的碰着水鬼了？侬是神还是鬼？老爸，我是神，不是神。你不是神，你是鬼，鬼呀！我是好人，你不要转账哦，你快下去。老爸，请你！哎呦！你就饶了我吧，你下去，哎呦，下去，哎呦，老爸，阿弥陀佛，你下不下去？你真的不下去？那，我对侬不客气在。他不是神，不是神，千万不能说你。老爸，他是神，快扶他上山。他真的是神啊！哎呦！多谢恩神相救。姑娘，快点摸来伤痕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上山见上一礼。师父师母在上，王不二